试一下我的斗魂人的阵脚，化解其斗志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敌人打算偷袭我方大本营，我来教导一下气魄吧。攻陷这个据点进行防卫吧。要能守住此地，奇迹会更加轻松。绝不能把这里让给蜀军！丧命吧！时机已到，伏兵，开始攻击！丧命吧！援军来了！主战车部队来了！丧命吧！野鹰大人的援军到了。太及时了，来较量一下气魄吧！丧命吧！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丧命吧！打击敌人的痛处。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丧命吧！丧命吧！丧命吧！就用这一招，决定胜负。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丧命吧！突袭了，走，我们守住了据点。丧命吧！等我重整完部队，就会立刻出发，要穿过山路，奇袭桃阳。丧命吧！丧命吧！这场胜利的喜悦，我会铭记于心。您真是大展神威啊，实在是了不起。